哎，打扰了，打扰了。张先生刚来还习惯吧？啊，习惯。哎呀，峨眉山好地方啊。是啊，这峨眉天下秀，你刚来啊，让国府白专员给你派辆车，有时间呢到处转转。您还习惯吧？啊，习惯。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 对这个，举双手。你的边欢迎我感兴趣。现在是我检查你，不是你检查我。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明白吗？这干什么呀？这军人就是军人啊。不过也对，干什么就得像干什么的，是吧？妥协，臣。 你看啊，我们搞文物的也是这样，入了迷，啊，看谁都像出土文物。转身。向后转，听不懂我的话。我帮你，这也要啊？您也信主？ 小杰，爸，你这么高兴，想要去干什么呀？我想出去买些书。买书？买什么书啊？就是关于历史和文物的书。我是这样想的，我呢想把这些书捡起来，然后在家自学。嗯，好，好啊！你只要不出去参加什么集会游行啊，不给我惹事儿，我什么都支持你。那您就表示表示，拿点买书钱吧。嗯。嘿。
你这个鬼丫头。好好，你去老周那里拿钱啊。嗯，那我走了吧。哎，啦啦啦啦。收听的是来自延安新华广播的新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要对现在已经掌握的民主人士继续保持监听监控，同时要注意他们的交友圈子，适当的扩大监听监控的范围，要掌握这些亲共分子的全部背景资料。是，要全面的掌握。现在共党活动很猖獗，上级已经指示严查共党和亲共分子，军队内部赤化也很严重，谨记为好啊。现在不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吗？还分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现在共产党在敌后抗战当中牵制了大量日军的兵力，为国民党创建正面战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什么要抓共产党？不都是一家人吗？许飞呀，许飞，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单纯。如何处理好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你父亲就一点没教给你吗？散布这样的亲共言论，那是很危险的。你和小姐真是让我担心的，一点政治预见性都没有，特别是你，身为党国的军官，这要是站错了队，后果不堪设想。哟，挺能吃啊！啊，不好意思，我就剩这么一个缺点了，对不对？这叫内秀，
嗨，这叫饭帐哈老三。能听说过？哈老三是什么意思？傻子。贴切。嗯，我吃好了，各位专家请便吧。啊，好好好。他走了，我坐这儿。你坐过来吧。好，来来。听说呀，这个白小姐是国府派来的专员。哎，你都吃点这顿饭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白专员外行，不过他很会提问题，很好学。嗯，他运气不错，像咱们搞文物的，这一辈子，哎，杨太太，您说您，搞了半辈子了吧？这么深厚的资历，您见过这么多文物？郑教授，吃吃吃！我啊，搞了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别说半辈子了。中华文物博大精深呐，堪称全球第一。嗯，但是啊，现在战乱不断，文物保护不力。哎，你们说说，有多少文物被损毁，工艺被失传，实在是痛心呐。是啊，是啊。白专员，啊，张先生，请问附近有没有教堂啊？啊，城南有一座天主教堂，不知是不是张先生信奉的那一支？太好了，就是，我信主。那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派人带您过去。那先谢谢了，主保佑你。那再会，张先生。哎，客官，里面请。嗯。哎，帮主，哎，二当家、三当家，哎，鄙人哎来到贵地，哎，哪里做的到与不到的，还得请你们多多海涵，多多帮助啊。来到我这儿就不用客气了。哎，来，好，来。嗯，哎，大当家的，嗯，说是说，乐是乐，这件事儿，我劝你是尽早动手，是越快越好啊。不瞒你说，我在来的路上，我已经闻着味儿了，已经有军队背景的人，他也要插手此事，全都是为着这批国宝来的。嗯，盛老板，我过江龙的名气，那在峨眉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那是，慕名而来的不仅仅是你一家，除了你之外，也有人雇我去偷国宝。那一出手，可就是大把大把的金子。他说他有内应，而且他就要一件宝贝。嗯，就要一件。嗯，他说是哪一件？哎，我没问，问了也不懂。不过
他说了，他在大佛寺里有内应，到时候里应外合。啊，我把宝贝拿出来，把他要的那件给他，剩下的，哈哈，我都给你，怎么样？好，好，来来来，干杯！来来来，来来来，哎呀，盛老板，你刚才说你认识军方的人，也想要国宝？对呀，嘿，那你就给兄弟多弄几条枪啊！军部刚刚发来电报，催促我们尽快完成龙脉计划。陛下的圣战需要这笔财富，上级让我们启用新的电台和密码，从而结束目前单线联系的状态。而新的电台和密码就藏在文物组张金石的身上，我要尽快拿到。我可以去给张金石报信。你已经发出了跟他接头的信号，不要轻举妄动。在我们对张金石的身份完全甄别之前，你不可以暴露身份。我会跟他单线联系，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安全。诸位，此次一举捣毁重庆地下党的特殊行动，黄泉林先生功不可没。来，让我们代表军统的全体同仁敬他一杯。啊，不敢不敢，还是我来敬大家一杯吧。那我就先干为敬了。喝酒喝酒。哎呀，好，大家就在一起共事，不必太拘束啊。来来来，好。局长，我这次把大家谢谢诸位同僚喊来，为王权林先生请功。也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相识一下。不错，王权林先生是从共党那边投诚过来的，对于这样的识时务的治世仁人，我们应该拿出军统的姿态来吗？王权林先生既然已经在我们军统的这条大船上了，他又是对共党地下党内部结构最为熟悉的人，所以我希望诸位啊，以后可以和他精诚合作。为此，我们再来一杯，来一杯，来来来来。云海，王权林，啊，既然以后是军统的人了，你也应该知道，军统不养闲人呐。为了使自己能够在军统立住脚，还是要再立新功啊！啊，愿为党国效劳。好好好。请吧，长官。啊，这个是公寓的钥匙。哦，以后这里就是您的家了。这里的一切毛局长都安排好了，你有什么事情就尽管吩咐，这里24小时有人待命，时间也不早了，您就早点休息吧。好，告辞。圣母经，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诸于耳斜眼，女中而为赞美，而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起天主及我等死后，阿门。阿门。感谢天主。走，走，走。
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到大陆上去，我们和我们的牲畜如果饮了你们的水，必将给你们利益。我们只求你们容我步行过去。摩西将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于是死在山顶，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你要仰赖天上的主，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你一切的行事都要依靠他，他必然指引你的路。阿们。请。张先生，你终于来了。是南京派你来的？你上线是谁？派军。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不能告诉你。电台和密码本带来了吗？今天是接头，我没带。明天早晨，把电台和密码本都带给我。哎呀，空气真好啊！许飞啊，嗯，你和小杰的婚事是怎么打算的？啊，我们俩意见是一致的。嗯。我打算赴前线抗战，现在国家正是危难时刻，有国才有家，我俩约定抗战胜利之后再结婚。许飞啊许飞，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小杰不懂事，你也跟着不懂事吗？我是不会让你去前线的，我想你父亲柳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你去的。我是当过兵打过仗的，南征北战九死一生，你就忍心让小杰独自在家里苦守吗？我去前线小杰是支持的，我这么做也是尊重他的意思，他跟我说他也想去前线，金国不让须眉。你真的是不开窍啊你。我说许飞啊，你应该学会读懂女人的心。不能这么快将电台交给神父，我还没有破译他们的密码。柳旭飞是个警惕性极强的人，大佛寺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会做出反应，可以利用这个。
士兵晕倒了，紧急集合！发生意外情况，请各位专家到院子里集合。发生意外情况，请各位专家到院子里集合。哎呀，这是怎么了？郑教授，这大半夜的拉警报是不是又出事儿了？发生意外情况，院子里集合。哎呀，怎么回事？这天下不太平。不太平啊，让人怎么睡觉啊？这大半夜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了？大半夜的啊。张教授，你没事就好。你不知道啊，在你来之前有一位教授死于非命啊。哎呀，是啊，都已经有一位教授死于非命了。对呀，现在大家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没错没错，唯恐有什么不测。真的就是，你们别吓我，我胆子小。哎，各位专家，让你们受惊了。你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你自己不行，你怎么保护我们呀？睡觉了。你们放心，我已经在周围增派了兵力。为了安全起见，请各位专家到会议室休息。这还有心情工作吗？会议室休息了，好吧，那我们走，休息吧。先走吧。算了算了，也只能这样了。是啊，先睡觉吧。是不是有土匪呀？你来了，电台和密码本带来了吗？达佛斯戒严，我拿不出来。如果拿不到电台，把密码本先拿出来。我只能说尽力。延误了陛下的任务，你担负不起这个责任。让我知道你心存意志。在峨眉，我随时有权处置组织里的败类。不敢，不敢。饶命啊！救我，大哥！哎呀，饶命啊！哎呦，大哥，这一顿招待的不错吧？可以，太可以了！要是再可以，我的命就没了。这是我们帮里的规矩。啊！这还是你们帮里的规矩？见面就当合伙人呐？这生意你还做不错。这是把我打死了，这财您还发不发呀？这个你认识吗？不认识。嘴硬，打！哎，别抢！
了，对不对？哎呦，我真的不认识。哎呦，我发誓，我真的不认识。哎呦，我那天在峨眉春酒楼，我说有人雇我偷大佛寺的宝贝，啊，那个人还说他在大佛寺里有内应，对不对？对呀。我还说，我把剩下的宝贝给你，让你出手，是不是？是啊。这个人你认识吧？不认识。我看你们是一伙的，给我杀了喂狗！大当家，饶命啊！饶命！饶命！大当家，杀了喂狗！我真的发誓不认识，真的不认识啊！我发誓，真的不认识，我发誓，真的。如果我认识，你把我杀了，喂狗，喂狼，我真的，真的不认识呀。这个十字架，就是雇我偷宝的那个人留下的。我派眼线去查这个人，那个人去教堂查，没想到你从教堂出来了，你和他都是军方的人派来的，想把我和我的弟兄们骗出山寨，然后把我们全都一网打尽，是不是？大当家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十字架呀，其实只要在这个教堂里，每个人都有。再说我那个朋友是和我一起来峨眉的，不可能比我先到。我要跟他们一伙儿干嘛呀？再说我一到就提醒过您，有军方要的都是实话。大当家的，我如果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张金石是日本谍报机关收买的一个汉奸，要查出潜伏在峨眉山的日本间谍机构和他们的组织。任务完成之后，你到峨眉轩查炉，那是我们的联络点。虽然没有查出日本间谍在大佛寺的内应，但是神父已经暴露，是时候和组织取得联系了。昨天晚上，我们守备营的卫兵打死了一个想进入大佛寺的土匪。前天卫兵被麻药晕倒，我怀疑也与土匪有关。从现在开始，加强大佛寺的安保。非工作时间，大佛寺完全封闭，任何人不得进出，包括专家组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我希望你们的全部时间必须在我们卫兵的监控范围内活动，不得外出，听明白了吗？太不合理了，你知道吗？这安全吗？解散。哎呀，我们又不是奴隶。对呀，来，走走走，咱们刚才在，继续来吧。这哪有这样？就是。
各位慢用啊。哦，吃这么快？嗯，我吃得快。吃饱了，你坐。不交出电台的借口已经有了，但是柳絮飞封锁了大佛寺，无法与组织接头啊。请接沈先生家。喂，你好。请问沈小姐在吗？我就是啊，您是？你好，沈小姐，我张金石。您是张教授啊？你好。这几天在做什么？哎，自习了没有啊？我买了好些书，都是按您说的。我现在正在家里自学呢。哎呀，真好真好。怎么样，想不想我这个一字之师啊检查一下？当然想了。哎，要不这样吧，张教授，我呢一会儿去大佛寺拜访您。不用。这样吧，我们喝茶。你们峨眉的茶叶可是天下闻名啊。嗯，我请您喝茶。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咱们还喝不成，我这戒严了，出不去。算了算了，下次吧。别，张教授。哎，那这样，我呢亲自去接您。可以。沈小姐，哎，我来。谢谢。来，这边请，请。来来，加点水来。张教授，请。嗯。两位，这边请。嗯。请坐。谢谢。两位喝点什么？来一壶峨眉山茶吧。好。可以吗？可以。很雅致啊，是吧？嗯。经常来。对。要一壶峨眉山茶，一定要与浅水冲泡，而且要烧至七成开。如果这个伙计说有，那你就和组织联系上了。哎，怎么了，张教授？怎么了，客官？这什么茶？峨眉山茶。你是欺负我是外地人？啊，这就是峨眉山茶。啊？哎，这是峨眉山茶，但峨眉山茶是这么个沏法吗？这……哎，要我告诉您，峨眉山茶要用明前的茶叶，要用峨眉山金顶上的雪融水，还要雨前的水烧至七分开，低温冲泡，方得一杯好
查。